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个表演团体，他们是宜兰在地的指标性舞团，又性感又帅气，拥有一身原住民泰雅族血统。哦，对对，跳舞火爆却不失性感，短短的排舞惊喜从不间断。哇，自己讲这种的，哇，哎，这介绍只是他们给我的，不是我写的。哦，期待这群泰雅辣妹的话，就来一点尖叫声。OK， 让我们欢迎来自宜兰县南澳乡泰雅族的宜兰泰雅妹妹。哇，穿这么帅！Abusada, abusada, mente, abusada.掌声加音效给我们宜兰泰雅妹妹。OK， 各位请留步啊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可优，这位是我们的团员张可优哈，身兼宜兰泰雅妹妹跟 HiZen， 对，这样子应该很辛苦。好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反正
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舞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宜兰太阳妹妹。好，很荣幸可以来参加新人类派对当表演嘉宾。没有我们哦。好，然后。你们全部都是宜兰人吗？啊，全部都是泰雅族，没有一个不是，就混进去的普通人这样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吗？我普通人。哦，你是普通人，那你为什么你加入？为什么加入这个团？因为那时候很想比赛，然后就遇到泰雅妹妹的老师郑峰。是，郑峰老师有来吗？躲起来哟。哎呦，老师好。老师好，躲起来了。那你们主要的风格是什么？跳舞的风格？哇，好多哦！我们有 dancehall 的元素、walking 的元素、waking 的元素，就是各种能跳的我们都跳。哦，反正你们喜欢的都跳就对了。对。OK， 好，欸，你们衣服很特别，中间那个是行李箱的绑带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对对对，欸哎，欸，不是啊，我拖时间要拖多久啦？可以了吗？哎，欸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还没有，还不行啊，喔。好，那我们再聊一下。好，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哦，喔，请自我介绍。你先。我先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可优。可优。大家好，我叫君伟。君伟。大家好。咦。我叫那个封饼，封饼，封饼，对，好，你好，封饼，你好，你好，封人饼，大家好，我叫麦克，麦克，大家好，我叫乔瑟夫，乔瑟夫，大家好，我叫伟伟，伟伟，大家好，我叫嘎嘎，嘎嘎，哎，欸，乔瑟夫要不要讲笑话？乔瑟夫要讲笑话吗？哦，不是那个乔瑟夫，认错了，长很像哎，长很像，一样漂亮，一样漂亮，可以可以，好，那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宜兰太阳妹妹精彩的演出，谢谢大家。